但是就有这种。就有点每个月都来一次，而且都说是你说的，对外说我单身，所以你们还有在一起的？就彼此都很好。有啊，因为在高雄，很美啊。人长得帅什么的。就我的就是认真工作没有好心的，别人认真工作都有好心的。然后我这种东西，就是大家都特别爱说的。没关系，就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这种，就有点每个月都来一次，而且都说是你说的，对外说我单身，所以我们想大家的五分钟后，我们都要集合上楼，五分钟后集合哦。好的，好的。这宗教因素从来不影响，从来就不是。宗教因素有影响，那就不是宗教了。我自己个人认为啦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因为不同的宗教，然后你要有区分在彼此或个人身上，我觉得这就是宗教意义。宗教这件事情，没有，所以你们还有在一起的，就彼此都很好。就都好，一直都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会有这样的新闻，月经新闻，对，月经新闻。我其实你每次也没听到。其实是生气。好啊。那个生气是就是好像整个影视圈只有我在做这种事情。我一直在发生这种事情，那其他人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会觉得为什么总是写我的都是写这一类，然后别人怎么样都可以写到很好，在工作上面的表现啊什么的。没有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哇，所以有在规划未来吗？现在对谁？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规划自己的未来。然后都要往更好的方向去。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些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事业对我来讲，在现阶段，我觉得我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你说其他的情感方面，当然我会把它尽量维持在一个。但我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人，所以这个的比重事业会放得重。有啊，因为在高雄，很美啊。人长得很帅什么的。先等等，到我们家一瓶一瓶。说你在现场的时候讲说我单身，对啊，所以没有这种事。就是啊，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会讲这种话。应该是我跟自己的好朋友在喝酒的时候讲的玩笑话，那是重点。男生都会讲我今天单身。对，男生就是会讲这种，就是一些很无聊的东西。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也会当真啊。我就觉得，那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因为反正我害人，我骗人。然后原来我周边我自己认为有好的人，然后我是这样的人，那我自己就会更谨慎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告诉你。可你们出去就是那几，剩下的这几个人而已啊，应该可以抓得出来谁是要不要。不是啊，那我觉得这个我没什么好问的，因为本来就是没有的事情，我也不用去问人家这个。